大家好，我是 Lin， 然后今天我们的钢伴是 Manson。 那我们今天这堂课主要是为了初学的小朋友去设计的，所以呢我们先从简单的站起来开始，手我们先叉腰，然后右脚我们拎起来停在这儿，一二三四，然后我们踩下去换另外一边，一二三四，然后我们继续连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重复再来一次，一二三四，换，一二三四，连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我们停下来，手放在侧面，然后就完成整个动作了。然后要注意的是，我们脚要合拢，膝盖是往前的，然后手呢我们只是叉腰，胸口打开，收肚子。我们试一下跟音乐来一次，准备，我先不干，停住，哎，换，哎，再来一次，继续，记住90度，脚要拎起来，最后8个。好，做完。好，我们下一个动作呢，现在我先把手放在一位手上面，然后呢保持刚刚90度的脚拎起来，但是这次我们加一点点跳的动作， hop， 然后当踩下去的时候换另一边，然后连续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收手回来 barbras， 然后注意了，我们做的时候呢手要 hold 住，千万不要给它给松了，手肘要拎起来，保持住，收肚子。我们试一下，好，脚是六位，然后手放在一位手上，老师你过来，还有一次，好，手放回来 barbras， 好，接下来我们是在地面做。好，我们下一个动作是 flex and point， 很简单，脚尖要伸直，膝盖要伸直，上身要挺直，手摆在侧面，注意我们不要含背，拎起来，背部打开，然后很简单，我们也是先从尖角 flat and point， 再来 flat through your dummy point and one and point and one and point， 来一次 demi flat demi point， 再来一次 demi flat demi point and stay point and stay and point， 然后我们转开一位的，再来啦，一位 flat demi point， 再来一次 and flat， hold 住 point，再来一次 point， 然后手在一位，五位 stretch， 往前伸直膝盖，慢慢打开手，我们再来一次，手在一位，手上五位 stretch， 打开，完成。好，我们试一下，保持住膝盖，不要有个洞，伸直它，脚尖要绷，保持着上身不要动，我们试一下。老师 ，flex and point。半脚掌，绷脚，再来一次。
推脚背下去 ，and 绷住 hold 住，再来一次，再分开做半脚掌，拎起来，推脚背，快的，保持住，绷下去，再来一次。好，我们转开，记住背挺直，and hold 住，伸直膝盖，绷脚，再来一次。好了，我们做上半身，手在腋位，保持你的转开。hold 住，不要动。慢慢拎起来。我们再来一次，手上移位 ，and 收 ，and 脖子拎起来，延伸。好，慢慢拎起来，手打开。好，我们做下一个动作，转开的练习，也是一样，保持依位，手放旁边，注意是手指，不是整个手掌，只是手指。然后我们从右脚开始，看到你的右脚，and 慢慢下，看左脚，再来一次，另外一边，右左右左之后，我们拎起来。Through your demi flat, point, close. 另外一边 ，demi, flat, point, close. 再来一次，右边，左边，然后完成。我们试一下，保持转开，脚跟是要贴紧的，脚趾分开，手放侧面，脖子打开。肩膀打开，老师唔该 ，turn out。看右边，看左边，再来一次，头侧一点点，看到你的脚，保持住，右边。Demi flat， 绷脚，控制下来，左边，对了，还有一次，再来，右脚拎起来，保持住你的上身，不要动，慢慢下，最后一次，坚持住。完成，拎起来，不要动。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下一个动作，好，我们直接 split 大字马。好，记住了，膝盖跟你的脚背是对天花板的，背部也要拎起来，收肚子，手在腋位。手打开了二位 ，side bend stretch， 记住要绷脚，绷下去，另外一边，很好。然后我们直接呢换成右脚在前，手放在侧面，保持住，然后向前，慢慢拎起来，再来一次，很好。然后我们换正面。换成左边，一样，胯要摆正，肩膀要对前，下去，拎起来，再来一次，然后再换回来大字马，向前，弯膝盖，手撑起来，头去够你的脚，最后
放松，坐下。好，就是这样。我们试一下 stretch， 核心骨关，打开大字马，进来180度。好，准备核心骨关，手在一位、二位 ，side body bra， 保持住，不要动。慢慢打开，另外一边。然后我们换成右脚在前面的前后，按下去，放松，然后慢慢拎起来，再来一次，想一想是往上拎，先往上，再往前，记住后脚要伸直，然后慢慢起来，我们换成另外一边，一样。收的跟你的 hip 摆正，慢慢拎起来，再来一次，记得两个膝盖要伸直，它向前，好，慢慢起来，好，我们往前趴下，放松。弯膝盖，手撑起来，靠近自己的身体，好，头部脚，够了，然后坐回小腿上，放松，对，很好。下一个我们会做 back extension Superman 后背的动作。手伸直，脚也伸直，我们会先拎起来，然后是换脚，8拍，然后我们 hold 住，1、2、3、4、5、6、7，再来一次，1、2、3、4、5、6、7、8，1、2、3、4、5、6、7、8，再来一次，1、2、3、4、5、6、7、8， hold 住，1、2、3、4、5、6、7，做完3次之后，抓脚腕，准备拎起来，不要动，好，之后放松，坐回小腿上，好，我们试一下，像游泳一样，8次，然后 hold 住，再来8次。hold 住，我们总共做3次，之后抓住脚踝，拎起来。我们试一下，准备，手伸直，脚伸直，核心骨盖，hold 住，不要动。第二次，保持住，加油 ，hold 住，不要动，深呼吸，再来一次，hold 住，拱脚，好，慢慢下。抓右脚，左脚，深呼吸 ，hold 住，很好，好，我们放松，坐回小腿上，非常好。那我们做下一个动作，踢腿 ，Gomba Mandate， 也是先踢前腿，伸直膝盖。转开，手放侧面，右脚我们踢8次，然后左边也是踢8次，
然后慢慢下来，然后就完成了。老师，我来试下，光不光？准备，伸直，红脚。保持住，另外一边，还有四个，最后两个，够了，非常好。好，这次我们换侧面，一个手放头上面，一个放侧面。保持住你的右脚呢，现在要转开它，然后踢腿，控制下，记得绷脚，控制下。我们做八个，做完八个之后，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转开它，绷脚踢上去，控制下来，也是八个，然后就完成了。我来试下老师讲不讲。背部打开，收肚子，转开，伸直膝盖。有力度踢上去。再来。好，四拍，我们换另外一边。准备，最后一个，好啦，然后我们地面的动作就完成了。好，接下来我们做的是扶把练习，脚呢我们是站一位，手 Barbara's， 记住我们的肩膀要打开，收肚子，拎起来，整个人，然后是准备拍 five six seven eight， 我们会做 demi plie， 从一位开始，一、二，慢慢起来，再来一、二 ，slowly go up， 再来，再来一个，总共是三个之后 tondu 出去，踩下去二位，也是三次。做完三次之后 ，tondu， 记住要绷脚尖，收三位脚，右脚在前面，再来，记住膝盖要打开，脚跟我们要贴住，慢慢站起来，还有两次。好，右脚 tondu to alasigon， 然后收后的三位，再来三个，最后右脚出去，收一位。完成。好，我们试一下，记住当我们做 demi plie 的时候，膝盖不要对前，膝盖要对你的第二个脚趾的方向，打开膝盖，胯也要打开，保持转开，拎起来。我们试一下，一位，肩膀放松，手 Barbara， 拎起来，整个人长高。我先过来。好，手把杆上，还有两次。记住脖子要拉长它，眼睛看出去。好，右脚 tondu 出去，绷住，踩下去。手回来，再来三个。放松肩膀，踩下去膝盖。对了，还有一个。好，重心我们回去右脚上，踩回去。再来三个。
摇两次。最后一次。好，前脚插出去，我们收后三位，还有三个，你的肩膀，还有你的盆骨对前，最后一个，伸直膝盖，擦地出去，收回一位。我们就完成了。好，我们做下一个动作 ，Tonju Ala Sigon， 也是从一位开始，手是 Barbara Preparation， 然后慢慢放上去，右脚出去先，一、二，收回来，第二次，收回来，还是站在你的主力腿上 ，Tonju 出去，第三个经过你的半脚掌，推出去，拱脚。收回来，另外一边也是，一二，回来，第二次，回来，第三次，半脚掌推出去，推脚背，拱出去，收回一位 ，Barbara， finish。好，我们试一下 ，Tonju Ala Sigon 老师，唔该，拉动。想着一拉长，还有一个拉长它，伸直，延伸，拱脚回来，另外一边，最后一个，仔细做出来，半脚掌推出去，收回一位，手回。好，下一个 Tonju Devant 加 PK 的动作，也是准备好移位，手 Barbara， 每一次我们都要从你的 Barbara 手慢慢放上去你的把杆上面，然后加你的头，看你的斜前方，右脚 Tonju 出去 ，one two， 收回来，记住是脚跟先出去，脚趾回来，第三次脚跟出去，拎起来，点地 PK， point。再慢慢收回来，我们换成另外一边 ，Tonju， 收，第二次，收，第三次，拎起来，保持拱脚，点第一次，最后我们收回来一位，手回 Barbara， 就这样，我们试一下跟音乐，记住脚跟先走，膝盖要伸直。千万不要是脚趾，脚跟先回来的时候是脚趾先回来。好，我们准备一下，一位，手，眼睛看出去，有心唔该。脚跟，拎起来。点第一次，控制回来，另外一边，保持膝盖要伸直，拎起来，点地，好，收回一位，很好，好，我们下一个动作是做 releve， 六个脚，手 Barbara 也是一样。你的肩膀跟你的盆骨对前，也是 preparation， 放上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我们 hold 住，再来一次，三个，最后一个直腿回来，脚尖拎起来，打开一位的 releve， 记住是弯膝盖。当你推的时候，要记住要伸直膝盖，也是做三次 ，hold 一 hold， 再来三个，之后直腿回来，手回来 ，Barbara， 好，我们试一下 ，releve， 当你六位脚的时候，膝盖跟你的腿要
尽量并拢，不要打开它。好，我们准备试一下。首先，唔该 ，releve。推上去，往上拎起来，推你的脚背往上拎，不要掉下去。再来一次，好，直腿下来，打开衣位，弯膝盖，推，再来，整个上身不要往后仰。想的是往上拎，再来，最后一次，直腿下来。好，我们的把杆的动作就完成了。好，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动作在中间的练习是 Porte Bras。那我们先会站好一位脚，手在 Bar Bras。一样，你的手是在大腿的前面，不要太宽，也不要太窄，刚刚好的那个长度。好，然后先从我们的右手开始，先看你的右手，上去，打开，延伸，收回来。另外一边，手经过一位到五位，手指尖打开到二位，延伸，收回来。然后又看你的右手了，一位手同时打开到五位，呼吸，延伸，收回来。左边由于我们的主力腿是要伸直，不要弯膝看，踩下去，左边拎起来，打开，呼吸，延伸，手收回来，就这么简单。我们试一下，先从你的右手开始，注意你的头要看你的手的方向，一起动，试一下。首先，唔该 ，Porte Bras。好，准备你的右手拎起来，手看上去，呼吸，二位延伸，收回来。另外一边，手在一位，手到五位。你的手的方向，同时两个手，一位手，不要断，呼吸，手肘放松，哎，另外一边最后一次了，肩膀放下来。好，下一个动作我们准备做跳。好了，也是六位脚，手叉腰，我们这次会换方向，先弯膝盖的时候眼睛会去看你的右边，弯，然后跳的时候往上四分之一，再来换，现在到后面了，再来看你的右边，换，最后一次回来，看到再跳回来，注意当跳的时候的脚不要分开，尽可能的往上跟合拢两个脚。然后做完右边，我们会做左边，左边也是一样，弯膝盖的时候看你的左边的方向，保持你的肩膀盆骨对正，跳，再来弯膝盖到后面，弯膝盖跳，最后一次看回来。我们试一下跟音乐。好，六位脚，手叉腰，往上拎起来，核心干。慢慢伸直，再来两拍，跳上去，踩下去，最后一次。好，准备做你的另外一边，再来，
一次了，看出去。好，结束。好，下一个动作，从一位开始，我们这次手在 Barbara， 很简单，也是从你的一位，弯膝盖，跳，慢慢起来，再来弯膝盖，跳，慢慢起来，再来弯膝盖，跳，慢慢起来，最后一次一位，我们直接打开，二位，伸直膝盖，再来弯，跳，直接伸直，弯，跳，直接伸直，再来，三个，最后一个，收回来一位，完成。我们试一下，一位三个，第二个 S sharp A 我们打开到二位，再来三个二位的，最后一个 S sharp A 收回来一位，注意往上跳，身体不要往前倾，拎起来整个人。我们试一下，手保持住，不要掉了，不要完全放松 ，hold 起来的手肘，试一下，尽量膝盖打开，不要往前打开它。老师，你关。慢慢起来，再来。还有一个，缩腿往上跳。最后一个 ，S sharp A。再来 ，second 缩腿。第二次，准备最后一个 S sharp A 回来一位，收回来，站住。好，跳我们就做完了。现在下一个 we do reference 行李的动作，站好一位，手打开 do demi second， 然后右脚伸直。踩下去，拱脚放到后面去，膝盖要收直，收起来，弯膝盖起来，再来 tondu transfer weight， 拱脚到你的 B plus， 这次我会对我的钢琴老师行礼，谢谢，然后我们会回来，我们先试一下 Chrissy reference， 好，准备，老师你干。好，弯膝盖，准备另外一边 ，and 从右插出去，踩下去，对，钢琴老师。我们今天这节课就结束了，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钢琴老师，然后我也希望你会很 enjoy 这堂课，喜欢这堂课，谢谢，下次再见，拜拜。